打破囚笼，血洗太华，迎回黄羽大人。看清楚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吾身负重任，没工夫与蝼蚁们多消遣。飞吧，小蚂蚁们！真假的？你要直接拉一起？这么勇敢的吗？没有他的那个枪的，他枪的只能打大的。快进行压掉！没他欺负我，飞吧，小蚂蚁们！你有私人文件，文件释放，飞吧，小蚂蚁们，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无法释放。放下。好啊，这个猪啊！飞吧，小蚂蚁们！他妈又被撞见了！而且那边那个、啊……没事没事，他掉掉，你先补血。阿德阿德，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哎，又是我！哎，别别别，我打，我神探点在多打我。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我看小粉冲超我一下。跟他呢？飞吧，小蚂蚁们！阿德，你血量小心。无法释放。文贵草，看我！无法释放。我的血量！你看那个近战跑太快了，我看近战都被毒虫怪打了。快进出去吧，出去了还是要开减伤。这些没有妖力的走地鸡，能动吗？请先指定目标。请先指定目标。短期的时候不用冲太快，慢慢走。短期不要一起直接冲过去，不然那个，不然不会。
分摊一下。你们比先前那几波弟子还要弱。然后刚刚那个吟游诗人，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打孤魂，不要来打紫色，打紫色的，不要来打红，红的我断掉。然后把剩了，哦，把剩了，收个装各位，收个装。哎，你俩跟我这样讲话，我好不习惯。靠边。等一下，他在讲什么？我可以跟他互换队。好，换一下，阿德你帮他换一下吧。好，开吧。打破囚笼，血洗太华，迎回黄羽大人。清楚吧，要是没有羽翼的痛苦，不身负重任，没功夫与蝼蚁们多消遣。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就你走开，那个光过给我，啊，只要被飞蛾吸走了。那我把光过走。释放，飞吧，小蚂蚁们！
归顺于五吧，不值得你守护。无法释放。其实阿峰，你知道他这其实打这个可以不要的话，就尽量不要开平常，你知道吗？我你吧。对啊，他那边你知道。飞吧，小蚂蚁们！分摊哦，记得分摊，短期的时候慢慢转就好，不要分摊，分摊完之后再去打，再去打起。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不是你，是的。旁边一点，对不起。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跟上。无法释放。舍不得打我是不是？哇，还好，啊，12发，还行。我看到那只猫。飞吧，小蚂蚁们！分伤。无法释放。我还无法释放。还是我打一下。怎么样？还紧张吗？张显明不要理他，走地鸡。来，两个手势方我就不信。是吗？撤！干掉加布罗。请先指定目标。垫一滴血。请先指定目标。漂亮，你就喽，厉害的。打完，然后谁在中路，然后大家拍剪章。赤霞传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就不要乱跑，等他那个炸完之后要转场，我们再转。还是不要在中间，就在那个风旗那个位置。啊，在风旗的位置，就大家都来刚风旗位置，就直接把我拉过去，不用他在那边跑来跑去。阿旺不是一伸出来就会那个了吗？他炸完应该就差不多要开那个。没有，他是不是每次炸都他上面都会没位置，下面位置比较空，对不对？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看每次上面这边都没什么位置啊，就是下面那边。就往旁边两个嘛，对不对？往旁边那两角嘛。因为我刚飞到这边来，这边已经满了。不然就是等一下弄完就直接跑往那里，好不好？标点，标什么点？你说转场的吗？标点，在角落都标点。然后就说往什么地方走，什么地方走。看弄完先往剑的方向跑吧。嗯，等一下应该就是直接先往剑的方向跑。只是等一下看。OK 吧，走。打破囚笼，血洗太华，迎回黄羽大人。
反击我没有得到。抬头看清楚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吾身负重任，没功夫与蝼蚁们多消遣。飞吧，小蚂蚁们！被点着。这个枪到我了。要几只鸟？请先指定目标，无法释放。刚刚枪的头很掉。请先指定目标。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还真的倒了。三只。他那个王啊，不好，四只。好像四层到，都四只。我再开。飞吧，小蚂蚁们！是要救人好还是开陷阱好？现在有救人。要拉港仔。听说你们最喜欢打木桩了，请先打打这个。飞吧，小蚂蚁们！飞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是。不能站太靠近，呼吸受伤害。对啊，刚刚分析是我吸不到血。拿下。哦，孤孤。飞吧。小蚂蚁们，兄弟，兄弟回血，兄弟上去，无法释放。没了，归顺于吾吧。哎，放我！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换你。对不对？太高级是不会没血。飞吧，小蚂蚁们。刚刚忘记了，我去找个天。等我一下，我解冻身体啊！等一下，来。今天我打的会往前，会往前。边打边闪红球。飞吧，小蚂蚁们，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无法释放。同心同德，团结一家传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分摊完回去接所有亚克释放，真的是受不了。没有，我们这是在教。在沟通，友善的沟通。真他妈赖，真他妈友善。你是真的烂，危害者的只有一个人。你是真的烂，就是你了。就你又是。打我，每次都会喷个东西过来，就是你。
一样哦，那个转场的那旗子，不用急着去打，先帮奶分摊完，再慢慢走过去就好。那是不是纯流血会挂那个、啊？会挂仇恨？你让他流血，所以他不走。有可能。我还第一个就直接往港仔脸上猫，直接把头壳打爆。因为你开场大概90%要补一个拿鱼。哦哟，他在放技能前，我会都好了吗 ？OK 啊，我不要啊！打破囚笼，血气太花，迎回黄羽大人。很任性，不用打了。清楚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身负重任，没功夫与蝼蚁们多消遣。他红手如果在我身上，我到底要不要闪？飞吧，小蚂蚁们！放心吧，来去。不要靠近我跟那个。面具跟金币，会动的是吗？娘他妈的，他妈的手势方直接，不见了，不见了，算了。把手势方直接浪费掉，你知道吗？分摊分摊。小蚂蚁们，无法释放，无法释放。很散尽量，很散尽量打吧，一颗也就撑住。那个大龙卷风觉得不行，就开解控了，那个可以解控。有风不乖。我进去刚好不能，你不能分摊了，你不揍我就打。小哥那么持续回血的时候，丢一个，丢下来。先炸你，炸你，太棒了，你那个孤儿。孤儿，你不要拉孤儿，孤儿我拉走，你回血，刚好有追踪。啊，可以走。帮我回个血。无法释放。漂亮啊！阿峰啊，破甲放一下会比较多。归顺于吾吧。太棒了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啊、你可以了，我觉得我可以。飞吧，小蚂蚁们！阿峰一定行。无法释放。效果回血的，就可以撑住。因为货给我，货给我，漂亮。这种拉扯，厉害。先分他，不要急着跑，慢慢走，慢慢走。小蚂蚁们，漂亮漂亮。
太多。进圈圈里面可以补血。过来啊，过来哦！进来，进来！妖力的走地鸡，正处在中间。然后直接往的方向跑，眼线不够。喂，6800。大跳就死了，为什么？死光光，死亡真的痛。大家5000多。你们比先前那几波弟子还要弱，血线太低啊！还是你们要炸的时候直接往那边跑，往剑那边跑，那边可以，那边可以躲掉吗？怕来不及啊！炸的时候往剑跑，对啊，应该是可以啦。大家打完赶快往剑跑，应该是可以。其实它爆炸的范围，剑那边应该没有吧？没有，刚刚没有仔细看。刚刚剑气好像没开，你们打起来之后。啊，对。好啊，没事啊，开啊。那我最后干嘛？刚剑气没开，不讲话。剑气呢？开什么？开，这又开了。不是说开剑气压压掉那个吗？压那个旗子。一开始就说要救人，然后现在又说不开了。刚是死港仔，然后死很多人，所以说他妈那是上一场事哎、欸，直接靠腰。好啊，没关系啊。我等下两个都把它开掉。你脑子？好，没关系。解释啊，没关系啊，辩解啊。所以你们炸要怎么搞？啊？什么意思？那个、啊、爆炸，那边爆炸，你们到底要怎么？爆炸就你们要嘛爆炸完之后赶快跑去建，就打完旗子赶快跑去建吧，不然那个减伤也减不了。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哪一张保得过去吗？可以吧？那个旗子那一只跑很慢哦，我也跑很慢啊。大跳炮可以跳到网，阿德在打风旗的时候看能不能先站这里，站这里。这里再用这边补，看能不能站这一步，这样子去那边就比较近一点。好的，慢着看要不要打风旗的时候站。打风旗站位换一下，尽量靠这里。我们试试看吧，那个要打完风旗就直接退到剑那边。对对，试试看。OK。好吧。打破囚笼，血洗太花，迎回黄羽大人。看清楚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吾身负重任，没工夫与蝼蚁们多消遣。飞吧，小蚂蚁们！释放。我先。有点乱。等等，怎么倒？没查到。漂亮。没有没有，是风高血。飞吧，小蚂蚁们。那个地板擦到。这把就起来了，
将羊腿砍进去，无法释放。先让他打，他后面那个盾，打他一下。救吧，先救。那这个剑心开不开？开。你这四马打完之后，等下看，看那个跑到外面那个打蓝蓝的，把他进来。就当练。讲的好像打得完一样。那个风。你看。飞吧，小蚂蚁们！听说你们最喜欢打木桩了，无法打打这个。飞吧，小蚂蚁们，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无法释放。哇，知道了。你有没有发现跟古药的那个持续回血的你的？你讲那个持续回血的招吧，拉个风，拉个风。你是孤儿风。飞吧，小蚂蚁们！哎，这个风我去找你。还是让他不尖叫了。揍我吧！还帮混沌组一下。归顺于吾吧。啊，还不错。他们不值得你守护。请先指定目标。可以可以，你可以的。飞吧，小蚂蚁们！啊，混沌，你要往下来，你一样现在这边。你要攻门反方向。你等我吗？不，等他炸那个羽毛的时候再上，你再过去。把王拉在你。所以等一下我要牺牲打就对了，你控个前上吧，不来我再拿。先拆个血。飞吧，小蚂蚁们！嗯，来吸料料。嗯，都死光了，没有分摊吗？有啊，就是过去帮小猪分摊。都死光了，拿个风就死。赤霞传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有发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讲出来没关系。有飞机。是要留蓝旗。蓝旗不能留啊。我们下午打留蓝旗没办法。因为看所有的影片就是留红旗，没有把蓝旗留下过。蓝旗是一定要打掉。因为看那些影片，大家都是留红旗的。就过几秒，练血旗会喷一个很。可不可以那个啊？他不是又先抓一次吗？就是小王都死光的时候抓一次嘛，然后旗子出来再抓一次嘛。在旗子出来之前，可不可以先全部到黄旗那里，然后让他抓？弯那么远。可以啊，他如果没忙出旗，就先走过去啊，不一定要在中间那边等。那你们要记得啊，你们要记得走过去黄旗那里。抓第一次的时候先不用动嘛，按照他旗子还没出来啊。不然就是对，他讲的剩下那只孤儿鸟，直接拉去黄旗那里打就好。我们最后一只网拉去黄旗那里，这样就不会有那个问题了。嗯。没，我们只有酸奶。刚刚是因为倒补，没事，我们试试看，直接去那边的。好，那第四只鸟就先去那边。好，就直接在那边打掉。
打破囚笼，血洗太华，重回黄羽大人。漂亮！我刚按的来不及，我不是看到才按哦，我是直接按。哼！抬头看清楚。我拿来，然后我就是没有羽翼的痛苦。这样说一说，然后按按一下。不身负重任，然后给没工夫与蝼蚁们多消遣。刚才没好意。飞吧，小蚂蚁们！刚才不要照这里，刚才不要照这里。我跟阿峰不能走那边。好，那边有毒蜈蚣。我撞一下。拿去那边等一下分分他飞吧小蚂蚁们不要动无法释放无法释放我们搬走了那走全部都要过来那一次会呢直接那边的风不理他那边不直接没什么血直接全部的风变成这个王七要注意了一下要不要盘哦盘了飞吧小蚂蚁们我们刷完这个听说你们最喜欢打木桩了来打打这个不行了飞吧小蚂蚁们飞顺于无吧不值得你守护请先指定目标，无法释放。请先指定目标。啊不提拔怎么办？飞顺于无吧。对，我看见在这里。不值得你守护。先打那个。我要等人。我要等人。等他。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好的。好的。你敢要跟我？你给我，你给我。哎。好吧，没关系啊，每个过完者用来。来，把我打。分摊分摊。小蚂蚁归顺于无吧。完了。不值得你守护。没有分摊的。去分摊。啊，刚好。刚好吧，刚打那个，妈港仔你色盲是不是啊？我操！人都在那边了，妈一戳我这个。归顺于无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赤霞传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样啊，刚那个一样没变啊，我们一样先打黄子，哎，有那个可以飞，人都很喜欢跑。好、哦，没事、啊。消防起啊，消防起啊，没事、啊。消防起，你在哈喽？不是一样啊，我们只是第四个小王有变而已，其他都没变啊，一样是先打黄子蓝。然后
地板有一圈，一圈全部紫色的。那个风比较强。一圈紫色的是检查，他可以带你。被抢走，然后那个风会一风会追追上。有人走过去就会跟吗？哎、欸，那边可以修个钢，修钢一下。反正就你觉得那个风太是孤儿太远了，你就拉出去外面。记得修钢，他们怎么样？破囚笼，血洗太华，迎回黄羽大人。清楚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吾身负重任，没工夫与蝼蚁们多消遣。越来越会 OT 的。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你拿着，他折的，这风吹到那冰柱跑不掉，这两个放掉，放开，放开。慢慢走，慢慢走。这手很真的是。因为这里那边有个孤儿风，你拉出去啊！孤儿风，你把他拉走。你后面还有一个，你后面还有一个，啊、他撞掉。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无法释放。变心记者，听说你们最喜欢打木桩了，来打打这个。你看，飞吧，小蚂蚁们！归顺于吾吧。不值得你守护。大紫色。先去这边。我分摊哦，分摊哦。小蚂蚁们，先去回一个血吧。没事，他们等下就过来了。正处在重伤状态，一个人走错边。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拉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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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喽，按一下哦。
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无法释放。我还是被拉死掉，拉死掉。不然你要揍我，帮命！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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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事。走快一点，走快一点。阿德那边，这边，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无法释放。先拿一下，他们猎血级在那偷打。打起网线哦，跑得比较慢的可以去网线那边。往进那边靠。这些没有妖力的走地鸡。还是炸弹。是啊。哎，要换位，换位。你滚滚你。反正你怎么？先过去了。哦，对了，还没丢那一张哦。这局是不是有问题？我都死了，他还叫我。请先指定目标。来了，看。等一下，吓死你了！好，等下我自动。漂亮。四个输出哎、欸，要熟悉一下那个转啊，上来了，强了、欸，请先指定目标。刚刚跑到线那边没有被炸到，正处在重伤状态。他这边没有被炸到吗？炸到就开减伤就好了。你们比先前那几波弟子还要弱。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什么解线力压太低？嗯，等一下，闪血，赶紧抽烟。来厕所了吗？先去吧。反正我们不用怕，我们扛得住，可以先，我们可以先不用过去。真的吗？我那么软。可是很快，我们直接全灭。好啊，怪我啊，没关系啊，没有怪你呀、啊。好啊，没关系、啊。你先把那个阵逼出来，然后我们在那边见等你，然后打。我玻璃心啊，应该是可以破我啊。嗯，我的错，我刚刚自断我。我等等就这样打。养眼术那十分。不管了，等等就这样打。还没有一厕所。
按个就绪吧。好的。身上有一个透支的 buff 吗？我怎么身上有一个透支的 buff？ 有30秒。打破囚笼，血洗太华，重回黄羽大人。说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这个分摊交接过，不身负重任，没功夫与蝼蚁们多消遣。飞吧，小蚂蚁们！不要站我们这边，不要站他这边。先冲先散开，散开哦，散开哦。好，第一个字。哦，那那请先指定目标。高级。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就挖起来。慢慢走，慢慢走。我可以直接走过来，中方也是过来，中方直接走过来就好了。这套话就直接上来。别人那边不用贪，直接走过来。中中掉。开手势方就飞出去了。飞吧，小蚂蚁们！我的真伤直接没有用、啊。听说你们最喜欢打木桩了，行，来打打这个。分摊分摊。飞吧，小蚂蚁们！解痛、啊。一瞬于无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写满的，还不能施展这招。慢慢逃，慢慢逃，加紧。分摊了，分摊了。飞吧，小蚂蚁们！他得到了，无法释放。紫色哦，要在左后边。是回血吧？我用减伤扛一下。他们来，他们。归顺于无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真的有腐败。分摊哦。飞吧，小蚂蚁们！无法释放，无法释放。
请先指定目标。你看吗？小蚂蚁们！哎，看，你在后面，太远。好了，这段了。赤霞传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然后那个蓝圈刚好在那个镭射上面。不是真的要摇好。欸，我在想分摊补要进去分摊吗？补不能进去分摊，补不要分摊。然后那个什么，扬言旗一出的时候，那个分摊一样跟第一只小王一样，只要解控，不要让扬言旗知道，然后你还倒在那里被射，那两秒就死了，来不及。就分摊，然后补标分摊，补分摊的话就会断。如果补标分摊，就要变成四奶才够力。哇，那就补标分摊。啊，补先不要分摊，试试看吧。好了吗？好了吗？好了。打破囚笼，血洗探花，迎回黄羽大人。清楚吧，这是没有羽翼的痛苦。我身负重任，没工夫与蝼蚁们多消遣。飞吧，小蚂蚁们！装掉，中间小心散开。干！刚出一个蓝光。小心哦。无法释放。慢走。听他的。飞吧，小蚂蚁们！一枪往这直接。好远。啊，这里可以。真的把他抓过来，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要不要防我？你看，飞吧，小蚂蚁们！听说你们最喜欢打木桩了，来打打这个。分摊哦！飞吧，小蚂蚁们！归顺于吾吧。你等我一下。不值得你守护。来吧，我开始。你看喽。飞吧，小蚂蚁们！子琪哦，不要躲出去哦。归顺于吾吧，他们不值得你守护。我往旁边一点。好、哦。
平摊哦。飞吧，小蚂蚁们！来就，来来来。来要走那么快哦，嗯，先看了。哦哦哦！飞吧，小蚂蚁们！看我死哦！超超远！对，慢慢往往右边靠一点，往右边靠一点，看你们才来得及过去。好，你们走，你们走。他选小心哦，有点远。这些没有妖力的走地鸡。哎，呜、哦，你死！你再往后，往后。这个要分摊，这个要分，过来，分摊。团灭结冰。让我看一下。地倒地，给他攻！上面鸟要看一下，那个补的位置可能要换一下，因为等一下可能要丢那个鱼。你换换上位换一下，干！他去看，他那刀打我没关系。我拉了。换场，跑到漏洞这边，来漏洞这边。分摊。等一下第三次的妙法麻烦帮我们。别动就出去，别走出去，别干嘛？你们捡伤你的。OK。等下谁动的标？然后尽量往不要换塔去刚好这样。我了。你不是有陈述吗？对，我靠背。换塔。漂亮。上位不要上那上旗。剑盾。剑这边。塔。哦，那个是剑。哎。嗯。我拿过来。好地。注意他，26%，不用给我面子。你注意站位，不要站坦那边，他那个上塔。然后等下转场，然后跑动。然后等下那个要哦，要分摊的时候帮我分一下。冰起来就好，冰起来帮九系冰起来。好的，好，各位。转棋子过了就完了，认的装的要跟我一样。对啊，冰可，有那些冰可很好啊，这两个给予。哦，阿峰打到武器耶，太棒了！干家里，真好，哎，那么强啊，各位真棒，打真好。好啊，我连这个都是保底啊，没关系啊，很有灵性，各位。是，我们从下午两点打到现在。我们啊，反正冇物件啊。我们越打越少。我们一王，我们一王十一个人过的，二王十个，三王九个。我们越打越少人过啊。四王受不了了，找14个。确定。